橄榄球于1823年起源于英国拉格比，原名拉格比足球，简称拉格比，因其球形似橄榄而又源于英国，因此也被称为英式橄榄球。橄榄球是一项集力量、速度、勇猛、顽强、智慧和团队精神于一体的极具对抗性、观赏性和趣味性的球类运动，分为15人制和7人制。奥运会、亚运会的橄榄球项目采用七人制赛制。七人制橄榄球于1998年曼谷亚运会第一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在伦敦1900年奥运会、安特卫普1920年奥运会、巴黎1924年奥运会上，橄榄球是正式比赛项目。但此后它从奥运会的项目中取消。在2016年的巴西里约奥运会上，橄榄球重归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大家庭。橄榄球为椭圆形，状似橄榄，球长轴约为740到770毫米，短轴约为580至620毫米，长度约为280到300毫米，球的重量约为410到460克。橄榄球比赛的场地一般为94到100米长、68到70米宽的长方形场地。球场的两个长边为边线，两个短边为达阵线。达阵线的后方有一深6到22米的达阵区，该区的底线为死球线。达阵线的中央立有球门，门柱最小的高度3.4米，门柱相隔5.6米。在高3米处有一横杆相连，射门时球只有通过两个门柱之间，而且飞越横梁进球才算有效。七人制橄榄球比赛双方各七人上场，比赛分为上下半场，每半场各7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2分钟。淘汰赛阶段，当两队的平局时，则需要延时加赛。延时加赛在常规赛时间结束后休息1分钟进行，加时赛不超过5分钟一节。比赛开始之后，所有队员都可以用身体的任何部位接触球，可以用手或脚接球、传球、踢球、扑球、带球跑以及扑桌、尖顶、扑搂对方的持球球员、参加集团争抢球、压球触地等等。但比赛中队员只能向后或向侧面平行传球，不能向前传球，接球时不能向前掉落。此外，比赛双方队员均不能用拳、头部、膝盖、腿部、肘关节等击打对手，用腿或脚绊倒对方或搂抱对方颈部和头部，否则将会被判罚犯规。裁判员可对犯规的队员进行口头警告或出示黄牌，或让犯规的队员暂时禁赛2分钟。对更严重的行为，裁判可出示红牌，犯规队员将被罚令出场。橄榄球比赛得分的主要方式是一方的球员带球通过另一方的底线进入达阵区，并将球触地达阵成功，或者将球直接踢进对方防守的大门。不同的得分方式分值不同，达阵得分即进攻队队员首先在对手的极阵内压球触地，分值为5分。惩罚达阵得分即如果某队员在没有对方犯规的情况下，或许已经达阵得分或会在更好的地点达阵时，将在两球门柱之间判给惩罚达阵，分值为7分。附加攻门得分即当队员达阵得分后，得分队就获得附加攻门的权利。附加攻门可以用定点踢或落地踢，分值为2分。罚踢射门得分即队员通过罚踢将球踢进球门，分值为3分。落地踢射门得分即队员在比赛中持球队员可以将球释放，然后在球第一次反弹起来后将球踢进对方球门，分值为3分。比赛结束时得分多的队伍获胜。七人制橄榄球比赛的个人活动范围较大，
比赛时个人技术有较大的施展和发挥的空间。而且橄榄球比赛需要结合技术、智慧、体力、速度等要素，整个的比赛节奏快，高潮迭起，充分满足了观众感官上的享受。七人制橄榄球运动在中国起步较晚，中国橄榄球女队在亚洲有一定的竞争力，主要对手是日本和哈萨克斯坦。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中，中国队在决赛5-7不敌日本，遗憾收获银牌。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中国队在决赛中14-12战胜日本队，获得金牌，创造了中国在该项目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七人制橄榄球比赛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体育场举行，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队也力争为中国橄榄球运动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书写下亮丽的一笔。